快了。后期用假水的方式前进。刚刚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是海狮，它是前臂比较长，主要是用前臂潜水，而我们的海豹呢是用后期假水前进的，这是它们非常大的不同哦。我们大海豹啊，不要看它光溜溜的样子，其实啊它们在